好，那么这位朋友是通过语音留言的形式有问题要请教我们的专家的，我们赶快来听一听哈，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喂，你好。哦，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的姐姐亲戚啊，就是来美国是我担保的，但是呢，他现在要领，反正是就是现金救济那个移民好像政策的这一类的，大概900多块吧。那就是说那个他们两个人可能一个是900多块，夫妻两个嘛。那我不知道这个对担保人有没有什么影响，而是他来了7年了，好吗？谢谢。嗯，好的，来了7年的姐姐哈，要领这个这个福利了哈，到底对这个当时的担保人妹妹或者是对妹妹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赶快请出郝琦律师事务所的郝琦律师来帮忙解答这个问题。郝律师，你好。哎，你好。哎，早安，早安。哎，首先先谈呢，就是经济担保人的责任。目前来说呢，经济担保人的责任是10年。嗯，也就是过了10年的话，经济担保人不会再承担任何的其他的经济义务。嗯，啊，那么另外一个来作为新移民来说呢，首先要看他这个资金是不是属于社会福利。嗯，如果说是属于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就会影响他的，就是将来申请别人呢，或者说会对有潜在的对担保人会有一定的影响。嗯。那么如果说只是临时救济，比如说哪里发火灾了，然后这个地区整个地区呢，全国开始给他们一些救济资金，那么这种呢一般来说不属于社会福利，所以呢他要首先了解他这个资金的性质是什么，到底属不属于社会福利，所以他可以问一下发资金的单位这个属不属于社会福利。嗯，那他如果是领完了以后去问了说这个属于他马上退回去可不可以还是已经为时已晚？对的，如果说他要是发现是社会福利的话，他可以退回去，这个会至少呢灾难性不会那么大。哦，是吧，还是有补救的这个可能哈。当然他这个来了7年就肯定算是在还是会追究这个绿卡这个担保人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嘛。所有这些呢都是可能性，并不一定说是每个人都可能会追究。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抱着这种可能没有的可能性的这种态度的话，有可能真的被抽查或者说被。那么最常见的社会福利呢就是医疗。因为比如说他使用医疗，他到医院呢会有一些账单，那么账单交给了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呢，福利机构呢将来就会在担保人房子上放一个利。嗯，那么这种的呢，从我第一印象感觉不一定属于社会福利，所以他首先要了解他这个钱是不是由我们这个 taxpayer 来的，这个钱是不是从我们的这税收中拿出来的，嗯，属不属于社会福利，属不属于社会负担。如果是属于社会负担的话，那最好就不要。嗯嗯嗯，好的，非常清楚了哈。